为你是我打拼上大力量。应该听到这话的人是晴天才是啊。我会一直拢伫遮，你爱加油。我让淡薄不爽快。是的啦，是我想过着急，想要把过去感觉赶紧找回来。咱无想到已经五年啊，难免有淡薄仔气氛。你今仔日一定足忝的哦，你较早休困啊，我先回去啊。变个园长，变个这么熟啊！你以前嘛不是在园长啊？那会讲到甲伊真实的感觉啊？是啦，我确实不实在。哎呦，我一时口误，卖了我语病啊！我先整理一下，等下要问园长什么问题？对啊，晴天，我阁会记得你以前足惊狗的，唔敢收我。俺哥拄只看你甲狗仔相处，阁真自在。你啥物时阵甲伊狗仔？就我之前伫英国读册时阵，我楼下的房东有一只狗，啊相处一段时间，我就感觉足古锥的，啊就无遐尼惊啦。我想安尼算是一种收获。是啊，动物足古锥的，为甚物好惊呀？一定实在是对晴天太过了解啊，差一点仔就给伊掠包，我以后爱特别注意才会用着。唔知影，敢是我太过敏感啊？那会感觉晴天有啥物所在无写着？浪浪护生员是阮安琪小姑姑的经理，你会知影？连我拢是后来听阮爸讲我才知影。唔信哦，你会当问艾文啊，伊当初就是艾文。为爹安置小姑的辛苦。我顶边去浪浪园的时阵，才知影安置小姑姑甲李园长一共是鬼，阿嘛是好朋友，所以我回去处理的时阵，就问我阿姆，才知影这件代志。晴天的欢迎，那也是透一口气的尴尬。秘书拄只是伊边的借口。晴天奈用迄款眼神看文耀哥，明明因都无熟啊。也阁有，拄只伫遐时阵，伊是安怎叫文耀哥文耀？秘书实在已经够共款。咱真是有功夫。你烦恼的时阵，我拢会替你护花，安尼你的心情会变更好。你应该无放袂记。这想过未来话，啊，这些要安怎才袂吐切？这么重要的代志，我哪有可能放袂记？多谢你的魔力之手，真正让我心肝头的感觉好足济啊！你确定？其实拄只，我是跳过伊讲颠倒病的。我想要看你的反应是啥。正经我心情不好的时阵，拢是你替我暖我白头，让我心情变好。甚至无偌久之前，你叫我约我去学校，迄个时阵你阁会记的啊？我当然嘛会记，
啊，只是我拄则咧想其他诶代志，无真少听你讲诶话，你莫计较我诶语病好无？晴天，有时阵我感觉你离我足远诶，足差分诶。有时阵，你阁是五年前，迄个眼中只有我诶朱晴天，白白拢是你，是安怎你有两种无共款诶个性啊？你敢会当甲我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若是是我的问题，我当改。依琳，你真正想伤济啊啦！我对你的感觉同款拢无变啊，有可能是我这个人较含慢，无法度一心二用。啊，头壳咧想其他代志的时阵，就无顾虑到身躯边的人的感受啊。干嘛呢？你有时阵对我若即若离。有时阵阁真正常，甚至我感觉你有两种无同款的个性。你是不是有双重人格？汪依琳，你太有想象力了啦！啊，我就是朱晴天啊，我阁会当是啥啊？啊，不过我的晴天绝对袂用迄款眼神看有妖哥啊！你应该甲伊无熟接着啊，才有顶界浪浪缘。你个拄只伫个文耀哥咖啡厅，我拢有注意到。你看伊个眼神，拢有一种同情、唔甘、怀疑咯，就是真复杂个感觉啊。你咧食醋啊？哎呦，你莫误会啦。我对伊的唔甘，也是同情的情绪，迄是因为伊到即马也无法度甲安吉小姑姑放下，而且因两个即马阁阴阳两隔，永远拢无机会阁见面啊，所以我只是感觉伊足可怜的。敢真正是安尼？当然嘛是真的。啊，那无我是有啥物其他的想法啦？男朋友，安尼我敢有回答你的问题啊？好啦，我知影，我袂阁问啊。哈，那呢，咱赶紧去银行问创业贷款的代志。今天奈讲完电话回来，迄款细细的感觉阁回来。敢真正是因为我受过敏感吗？